感谢各位的办卡啊、哦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我说到火箭，我立马就能超神。火箭能激发我的查克拉。麦克，感谢贾木奎的办卡，谢谢。我听到了。感谢无名小贝的办卡。哦，打不过，打不过。嗯。这里两万块，你送我火箭，那我好亏啊！你借的又不还，出击，借两万刷个火箭，然后挣我19500，你当我傻瓜呀？超神就送火箭，那太简单了呀，那太简单了呀！此话当真吗？他们的叫声好奇怪。我们一级学艺啊。我得点兵，不然的话他要推线了。点他一下，他点的不灭，再点他一下，他就弱。点他一下，慢慢的压他。补刀，哎。我的平 A 是有带魔法伤害的，慢慢压，揉一点压啊，再出去，小赚一波。连兵带人，好，上来就点他。刮他，没刮到，好，想摸我，这个艾克还挺稳的啊，我也很稳，我不给他机会摸我，先以补刀为主啊。补刀，哎，上来就点他，我刀补的还是很稳的啊，他只有十几刀，但是我却20多刀了，那你肯定亏的，哎，那你肯定亏的，我们发条的防守能力很强。进攻能力没那么强，但是防守的话很厉害。点他，现在就再点，不强求，不强求，不要强行压制。插出来了啊！那他亏死了啊、哦！哎呀，炮车漏了，我们把球拉回来，拉到自己身上。电刑没有好啊，电刑没有好、啊，没事。哎，我的点燃给的非常到位啊，故意勾骗他的，他上当了啊。这波为什么他们抓我呢？我没有直接跑，哎，就是勾引他，他上当了。他在冲塔的一瞬间，我们伤害打出来，给个点燃就行了。哎，你看他们崩了，对吧？发条就要这么被动的去打，就很舒服。好，回家，我们43刀啊，加个头，他只有20几刀，这样的话他就崩了。
个张杰，这个就在这个吧，还是要视野啊。好，杀他一次够了。做出来，这应该是跑不掉了啊！来人了，那这里有人，应该死了吧？这队友肯定打不过啊，血量低了，要死一个辅助。那我们赶快把他线压过去吧。赶快把线压过去，让他丢点兵。哎，怎么拉到我身上来了？结果失误了，结果伤害太贪了。我他现在这个血量啊，他已经很难打了，需要我去了。还有大的啊，我杀肯定杀不掉的，但是我可以这么消耗他。他得回家了。好，他这波回家的话，我们可以吃一波塔皮。他不回啊，不回也行，无所谓。找机会秒他啊！哎，刮死，触发电刑，非常好。他有大，所以杀他一定要这么杀，让他开不出来大。好，这波塔锤。好，溜了。1300，火刀很多啊。来一个法穿鞋。这个时候出个法穿鞋的话有移速啊，法条腿比较短，出个二速鞋，带来一个穿透效果，打人很痛。那我们现在比较弱啊，这个实战比较弱，没有艾克强，艾克的资源很强。他游走了，上去了，我们给个信号。这波的话，队友应该要装啊！那我们先推线，吃个塔皮。像这种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支援了啊！我们这个支援太弱了，不像艾克，艾克支援的话很猛，一个 E 就可以进场。我们的英雄不行，对面直接撤不跟你打，你也没办法。先吃一层塔皮，来耗他。好，没用的。好，吃波塔皮。他们要不要用了？人也死了。啊，他支援可以支援，但是你回到线上来，那肯定是被我们压制的，对吧？我们没有支援，没有帮助队友，但是这个等级在这里，他就崩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这种支援的话会把他自己玩崩的。好，我们再吃一手，再刷一波兵啊。发条还是先把自己的发育稳固一下啊，再考虑支援。这个英雄要有装备，三件套之后就比较厉害了。我们吃波兵就得回家了，吃波兵就得回家了。这个肯定不会跟他打，给他消耗无所谓啊。哎，炮车没拉到，行，我们钱还不够。不一定回啊，不一定回。看我队友帮我打个蓝，我们等那个
他们在打龙，不耐烦了，他去支援了。我们的蓝太少了啊，这波蓝太少，但是保护一下队友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没有大啊，撤，我一点用没有，这个时候我一点用没有，哎，现在跑就行了，龙拿了就 OK， 跑就好，跑就好，对面都来了，上路也来了，我可以再偷一波线。再推一波线，我马上住了。这个地方不要打啊！我现在也不厉害。关键是没蓝。好，四个蓝。回家。啊，那这个发育就无解了啊，这发育没了，这发育就无解了。先把炉灯做出来，带上一个这个远近改造。他们中路废了啊，等级太低了，装备也太差了，等会打团没什么用的。如果我前期跟他对着游走的话啊，那我也废了，那么他会比我要厉害多，知道吧？啊，他排我也给他排啊，没所谓。吃波大鸟，这个大鸟还是不吃了，没蓝 buff， 他们的塔快掉了。我听到，可以消耗他了，打野男枪，哎，抓不了我。消耗他还是很痛的，他死了啊！不需要推他，推他的话容易被打野那个埋伏。你看他这个线上就废了，对吧？哎，他线上就废了。我现在是个 boss。他们的。账单在这里，好，回家出个装备，买个针眼，先来个鬼书。谋杀是个有趣的游戏，他线上肯定是没法玩了啊！你看他们的普遍等级都太低了，最高也就十七，我十二了啊！这马上一打团，这个问题就能凸显出来了啊！感谢小秋的大火箭，谢谢小秋，感谢感谢。感谢邱老板的大火箭啊，感谢感谢，帮我完成了任务，感谢。哦，他现在都在瞎打了啊，他瞎打了啊，他只能死冲了。看队友啊，队友能追到就行。我们这波可不能上，我蓝不多啊，定住了，很好，收掉，好，继续发育。还有蓝啊。没有蓝，我们这波打不了啊，得走，这波得走，我得补一下蓝，850不够，够的话那就买个戒指吧，
然后可以买个药水。我这盘吃不到蓝，很伤，挺影响发育的啊。来，帮我收个蓝 buff。我马上就变得厉害起来了。其实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啊，只是还没有打团。他们的 ADC 比较肥，但 ADC 等级不高，毕竟他是双人路。我们的医学塔啊，这个塔可以拿一下。把这个塔偷了就跑。OK， 他人有点多啊，但是没事。小心这边包甲啊，先撤，因为左边的话是有一个艾克的，不要卡在那个位置打。哎，我离得有点远啊。哎，别怕。啊，一套死。哎呀，还是死了，不过问题不大啊。他们这波抓我的话，损失挺大的。不用管他，吃波大鸟去。我们打团的时候得看好球的位置啊，得绕着这个球打，控好球。马上有闪了，现在艾克补发育已经来不及了。发育已经补不上来了，我的节奏会非常的快。等会一打团啊，你们会发现我的伤害几乎是碾压型的啊。好，赢到一个够了，鬼叔，啊，够了，再出个帽子啊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再去吃波三郎，感谢张武西河的520枚办卡，感谢西河老板，感谢感谢，兄弟们帮忙感谢一下，感谢西河老板520枚办卡，谢谢谢谢。准备回家啊！来，往我这跑。护盾给上就能混到助攻，好，终结。我这个英雄啊，绕着球打，所以比较笨重啊。哎，为什么前面不能去打这种小规模的资源，非常弱，而且又蓝耗又快。我现在钱还挺多的，准备回家出个装备。他们已经把我们下路给打沦陷了，那我得帮忙去了。这个时候我就要多支援了啊！我队友开了个峡谷啊，我也没蓝啊，我控蓝没什么用，我得走了。整理一下装备，好，这个时候呢就出山了啊，也就20分钟，对吧？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打架了。没闪现，我们站位呢要注意一点啊。你们的装备还不错，但他们等级不够高，我们的发育很快，他们跟不上。没有闪现的话呢，不能被包，一包就死啊，发条一包就死，装备再好都没用，更何况我们还没有金身。这个包是被对面打了个追击战啊，
然后被看到了，算了。好，我们从正面来守啊，正面来守。你看，一打团他们就摧枯拉朽啊，他打得再好也没用啊，还没装备啊，他操作好也没什么用的。我收个蓝，这 ADC 直接就死了，对吧？啊，扛不住，情况太高了。啊，小龙打一波。那对面的优势呢，就到这个地方也就没了啊，他们再也打不出优势了。哎，给上一个护盾，提个树。点燃，哎，收掉一个，燃量不多，没炸啊，哎，一套给个盾，没指到啊，队友失误了，指到的话对面就要被我们追死，我的大招快好了，这个就大招没好的啊，大招是现在好了的，你看我的站位很讲究啊，球位置不太好，控不过去啊。好，你看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啊，并没有将自己的位置哎给对面，就是说一个对吧距离去激活我啊，那是不行的，我们宁可不输出，因为他的明显是盯着我的啊，所以不会给他这个位置的。这边比较视野，他们现在必须要针对我，没有炸啊！来取一个，我被包了，我被包了，给个盾，啊，想秒我，啊，对面成功的把我秒了，但是呢，问题不大。啊、哦，我这波没闪没大，所以让他们包甲了，主要是视野不太好，但是我的装备呢还是非常好啊，我2000多块钱了，他们想杀我也是很难的，我的站位非常的小心，这波队友打不过啊，输出爆发不够的，我需要视野啊，只要有视野那我就不会被偷，掉了一些书，但没什么影响啊，基础装备在这里，大龙可以搞一搞，马上三级大招，他们团战是必定打不过的啊，我们其实这个不属于团的，团战女坦和剑魔一上对吧，我在后面丢球给护盾给大很好打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对面非常的想杀我对吧，哎，一有机会的话他们肯定会拿命来换的，但是我们有闪啊，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没那么多机会给他们的，大龙吧，别看我们比分落后，但是打大龙随便打随便打，只要我有蓝有视野，小指，小指直接秒啊！我们伤害足以去打个2000滴血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好，直接打大龙吧，蓝不是很多。先把他护盾打了，他们在包甲。我可不能让他们落后了啊！好，这边有个
来，我没视野，我需要视野，没视野不能过去啊，是禁区，我这英雄必须要有视野。大招马上好，不慌的，哎，不慌的，哎，不慌的，我们一点都不慌啊！他们已经没什么招了，但我也没蓝了，我得走了。好，交给队友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对面对我的杀心很重，但是他们很难完成击杀啊！只要我有闪，我能躲掉。可以打，我来了。我们吃个蓝吧，没蓝了。我蓝打着打着就不够用了，蓝用的太快，没有收回蓝装，出了我伤害就不够。等一手队友。可以搞，好，好，我们没到啊。可以考虑打一波火龙，我的大招马上好，给个视野就行啊，我只要有视野就不怕。哎，大招马上好，好了，但是我的球位置不好啊，没拿到W， 好，停车。啊，红针放得很舒服。没事，我有护盾。啊，那你必死。不虚的啊，他们过不来，我球控在这里。我得有视野。我被包了。哦，这里怎么有视野？2100，来一个，这把金身不用出啊！感谢中山桥韩一霸的大福袋，这把我们直接出这个穿透。应该是被他套上点燃看到我了啊，不然这个杰斯这里没有眼，刚才我应该是有点燃的，下波有闪了啊。哎，怎么下去了？他们没有打野了，这个龙的话队友很有可能拿得到啊。不敢打啊，他们不敢打，他们心里有数。这波有闪现了啊，嗯，这个艾克啊，他不怕死，他有大招啊，他不怕死，他可以冲我一波，打我一点血量。
好，高起。过不来哦，把他辅助刷了波叔。好，准备回家，我的法传棒够了，再来个药水。这个蓝 buff， 哎，我们就可以抱团了。好，我们的法强803，有点小猛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个东西。不对，我不在的话，这个输出差很多啊，很能打。别碰撞，别碰撞。我收个蓝。好，来了。炮弹推高地了。左右的视野得有啊，不然的话要被突袭。我一旦被黏住的话就危险，我是没有近身的，小心小心小心，看不见。好，先杀一个，不要着急，现在的位置不太好放大，得要把他盾打了。死了，这是必死的啊！只要定住是肯定死的，我们的伤害非常的高。那我们可以选择一波。好，把这个收了就可以一波了。嘿嘿，瞬间秒杀。温泉毒杀有点赖皮。